大家好，我是王 Sir。 今天重点是讲 relative clause 和 relative pronoun。 我想你要知道是什么来的啦，坊间的补习社或者学校经常都教你两句驳一句，但从来没人解释你听为什么用 relative pronoun。 我今天就尝试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几个简单的例子令到你明白为什么用 relative pronoun 和 relative clause。如果我有錢，我梗係想買我中意嘅車。如果我有錢，我梗係想買我中意嘅玩具咯。車、玩具、車咧就有好多架嘅，全世界有林寶啊，有 BMW 啊 ，Mercedes 啊，有 Tesla， 有好多唔同嘅車。你冇可能買曬呢個世界上所有嘅車。玩具。玩具有好多好多好多玩具，世界的所有玩具、車和玩具都是名詞。如果我真的有能力買所有的車，我應該這樣說 I will buy all toys。 不可能的嘛，聽不聽到車和玩具都是名詞啊？我不會所有的車都買的，我只會買我喜歡的車。我不會所有玩具都買曬嘅，樣衰嗰啲啊，唔好玩嗰啲我唔買啊，只會買我中意，我覺得好正、好 like、好 like 嘅玩具。聽唔聽到 ？Relative pronoun 就係咁用啊，一個好闊嘅名詞詞組，收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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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窄佢去 specify 個 information。I cannot buy all the toys. I can only buy the toys which I like.I cannot buy all luxury cars. I can only buy the cars which I can afford. I can only buy the cars which I like most. I can only buy the cars which cost me less than $1 million. 聽唔聽到我頭先所有嘅句子都係 specify 緊一個名詞啊，去提供資訊俾個名詞啊。這個就是 relative pronoun 和 relative clause 的真正用法了，希望你今天醒了。而用的時候注意，剛才我們 specify 的 information 的時候，它 relative pronoun 要緊隨著個名詞，第一。第二就是 relative pronoun 一出現後面有動詞，要小心個動詞。希望你今天是明白到 relative pronoun 是怎用，而不是 whose 配什麼、whom 配什麼、that 配什麼。重點是理解。好了，給多一個 tips， 有一個 relative pronoun 出現呢，句子最少兩個動詞，誰說？我說的，你不信隨便找一句給我。今天 grammar concept 會幫到你，下面有 link 在這裡了， OK， 做了它 download 做了它 send 給我，等我改正片，是這麼多，加油，拜拜。